祝你平安。阿妹，好，咱们继续来交通长大成人。第六章，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，所以我们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应当离开基督的道理开端，竭力地进到完全的地步。竭力，一说竭力，肯定离开道理开端这件事是一件难事，是不是？凡提到竭力，肯定是难事。所以在第四章里也提到竭力。第四章我们注意看，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节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所以这里边有个竭力，圣经经常有竭力。为什么需要竭力呢？因为基督道理的开端很不容易离开，对不对？人干惯了那件事很难离开，走惯了腿，是不是啊？吃惯了嘴的，是不是？走惯腿的人到那一歪脚就往那就要去。那赌博的人，他说我下回不赌了，他都输的不行了，他一嘴脚一歪歪又进去，又去赌博去了。因为他已经走惯腿了，溜惯，是不是啊？吃惯嘴了，走惯腿了，所以他那吃的人，好吃的人，他就吃惯了，他就是不吃不行。那耍钱的，他耍惯了，他不耍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。他不可以，所以需要竭力的离开。那么今天在基督道理开端，在那里待长的人，想要叫他离开，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。不容易，所以竭力。所以这里边有个竭力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必须是竭力。竭力呀、啊，哪个竭？竭呀，竭尽力气的竭。竭力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才能进到更完全的地步。不离开基督道理开端，能不能进到更完全的地步呢？他想进完全地步也不可能，他不能完全。那小孩他能完全吗？那一年级他是知识的开端，不是知识的全部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小孩学的东西只是他的一部分，他是开端的那部分。小孩说学说话学走路，这走路用不用总学？用不用？小孩那地方学，大人还用学走路吗？用不用学了？今天有没有人有你拜一个老师教你学走路？啊，用不用着？不用不着了，是不是？走路学没学会？说话学没学会？学会了，这不需要拜老师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面讲竭力的，不用再学了，懊悔死刑那地方不要再学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些开端的地方另教导你们，只要另教导你们，表明你都没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是不是啊？也叫圣言小学的开端，是不是圣言小学的开端？好，咱们看几段经文，开端的地方。说开端的地方，圣经里很多，小学都是开端，只要你在小学学的都是开端。那律法那些规条是不是小学？是啊。先看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，离开小学啊，我们从第一四章的第一节，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一节，找到没？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，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。为孩童的时候在开端了，却与奴仆毫无分别，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，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，
世俗小学之下，那这个世俗小学就是律法。世俗小学，什么是世俗呢？小学，在上帝眼里看，世俗小学就是律法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律法上规定的都是叫人肉体去守，是不是世俗小学？是。这就是开端的地方。凡是为孩童的，他都没离开这个世俗小学。耶稣上十字架，就是要把我们从世俗小学中间给赎出来。你有没有在世俗小学之下？你有没有在开端里头？只要在开端里头，表明在世俗小学之下。世俗小学是什么？极致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赎人赎出来。那么说世俗小学就谈到律法的问题。是的。你没有离开律法的人，你在哪儿呀？世俗小学开端。好，再看哥罗西书。哥罗西书第二章，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找到吗？第六节，你们既然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。你建造的根基没在他里面，在律法上，是不是在开端了？是，在开端了，是不是在世俗小学上？是，对。那么今天告诉你，你们既然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。你既然受了主基督耶稣，你不遵他而行，你不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你却离开他了，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因为上帝要叫你在他里面生根。生根才能怎样？建造。建造。这建造属灵的工程必须在他里面生根。对不对？扎根在他的里面，不要在他以外，是不是啊？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才准，这是建造属灵的工程，必须在属灵的主里面建造。往下看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。下面信心稳坚固，这样信心才能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格外的增长。那感谢心格外增长，生命就增长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增长。增长就像那个什么的，你看那个草，它不是一下所有的节都拔出来，它隔一段时间拔一个节。玉米也是这样的，你看谁家种玉米一下就把全节全拔出来了，它是不是第一个节长出来马上长第二个节，这第一个节就不长了，它就专往上输送营养输送水分的，是不是啊？第二节开始拔，第二节拔完第三个节，第四个节，第五个节都是那么拔的，对不对？一点点最后那个玉米那个了，就是玉米那个上边那个花就开始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最后它长出来，它长出来干什么呢？给那个玉米那个棒授粉，是不是啊？因为这个玉米才能成功，它都是一点点往上拔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是在它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领受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格外增长。增长什么？渐渐的增长，是不是？在它里面生根建造，建那个地方建对了，就增长。建错了，别说长大成人了，成猪成狗也成不了，别说成人呐，因为你建的地方都不对呀。很多的人，你看那教会里头，是不是很多人都在那玩空架的，玩虚的，没有生命，都在宗教里活着，都在那什么呢，呼呼啦啦的过宗教生活，心里并没有基督，他们里面并没有神，也不懂得真道。来一个说讲的他就听，来一个讲的就听，对错没有分辨，因为凡吃只能吃奶的不能吃干粮，他就没有分辨。是有分辨吗？有
没有，他一点分辨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好，再往下看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语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了，是不是？是。这里面这段经文说什么？你们要小心了，是不是得加小心呢？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，理学和真理有没有瓜葛？理学和真理没有瓜葛。理学是人推理出来的，真理是上帝默示的，对不对？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语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所以你活在遗传里的，你活在小学开端地方，你想想你能长进吗？能不能长进？不能。不能长进的。所以必须上堂课我讲的断奶的问题，这断奶的好给你摆设言行。好，看旧约圣经，旧约圣经创世纪从第21章第八节，21章的第八节，晓得吗？孩子见长就断了奶，以撒断奶的日子，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筵席。我们的天父啊，给我们摆设了丰盛的筵席，是基督，是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，对不对？对。丰盛的筵席必须在断奶时候才摆筵席。你断奶的今天，天父也给你摆设丰盛筵席。你没断奶，永远不能吃丰盛筵席。这丰盛的筵席，这亮光你也看不到。你就算看圣经了，你也看不到那里面的丰盛的生命，是不是？神那个亮光不会向你显明的。等你什么时候断奶了，天父才给你摆设丰盛筵席。亚伯拉罕给他自己的儿子摆设了丰盛筵席，我们的天父照样给我们也摆设丰盛筵席。在什么情况下给你摆设？断奶。断奶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因为断奶之后长大成人，长大成人才能娶妻生子。以撒最后娶妻，娶利百加，他怎么娶的利百加？他一辈子不断奶，他能不能娶上？谁家姑娘嫁给一个小孩啊？是不是啊？今天这件事很关键的，什么时候给他摆设丰盛筵席？断奶。给谁摆的？不是给以实玛利，给以撒摆的。所以这个饭菜以实玛利不能吃，不是给以实玛利摆的。在以撒断奶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为他摆设了丰盛筵席，丰盛的，对不对？这丰盛筵席代表丰盛，在基督耶稣里边的丰盛。我们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说的，是不是？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，对不对？他亚伯拉罕给他儿子在断奶的日子摆设丰盛筵席，神今天给每个弟兄姊妹都摆设了丰盛的筵席，阿门，是不是啊？这丰盛筵席好不好？好，好啊！你进来好坐席呀，因为你是大人，已经开始吃干粮了，开始断奶了，那个阶段必须过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今天呢，每个弟兄姊妹都来吃丰盛的筵席。阿们，我们今天讲到正是丰盛的筵席，是不是？我们正在吃主的肉和主的血呢。我们不一定吃晚餐那天就是吃主的肉，但我们今天在讲主的话，也是在吃主的丰盛的筵席。阿们，每一句话都是耶稣基督的血和主耶稣基督的肉。当你今天领受的时候，你心里生命就开始见长，并且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
对不对？是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做孩子的时候有孩子的想法，你百事逢成言起，他渐渐长得就快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咱们看《哥林多前书》，把这些隔上，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三章。临前第十三章，找到吗？从十节先看到第十二节，十节看到第十二节，一二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。我该做孩童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既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了那时就要完全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了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。你现在呢必须离开孩子的阶段，因为孩子阶段他的心思像孩子，是不是？他的话语像孩子，他的意念像孩子，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给丢了。你不能再玩孩子玩，是不是？孩子玩越玩泥巴，你到了长大了你还玩泥巴吗？你不玩了。小孩外二玩玩具，那么今天你还愿不愿上商店里买玩具呢？啊，小孩不懂事，那手抓上土了也往嘴里放。你今天抓土了能不能往嘴里放？不能。你不能往嘴里放，所以你跟孩子不一样，因为你的心思像大人，你的言语像大人，你的意念动作都像大人，你已经成了人了。就跟孩子那个性情，整个的那孩子所喜好的和性情都一下就扔掉了，扔掉就离开了，是不是？不在孩子那个性情中间建造了。是。所以那孩子呢，那言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是吧？意念像孩子，想的都是孩子想的事儿。大人的思维和小孩子思维绝对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亚伯拉罕必须在以撒断奶的时候给他摆设丰盛筵席。今天你必须离开基督道理开端，才能够看见神在圣经里给你的亮光，给你丰盛的筵席，你才能看见属灵的亮光。不然的话你就永远也看不见亮光，因为父不把这个丰盛的筵席给你，只有你离开了才能进到更完全的地步。阿们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再看，当你这个生命长大了，你小的这个生命小的时候不能把以实玛利给赶出去，当你里边的生命长大了就把这生命赶出去了，是不是？现在给你赶你肯定不愿意，这生命得不得赶出去？现在赶你肯定不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在呢还是婴孩，你里边那生命还是婴孩，你外面这个丰盛多半呢都是什么，都在这里建造。等你里边这生命长成差不多了，开始摆设丰盛筵席，等你这里边的生命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了，开始赶以实玛利，对不对？你看往下看第九节啊，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，以实玛利在旁边嬉笑，对不对？以撒断奶的时候，以实玛利就长得挺大了，对不对？以撒断奶，以撒都不吃奶了，那就说明以实玛利长得是不是比以撒还要大呀？是的。他大，他为什么亚伯拉罕给
以撒摆设筵席的时候，那么以实玛利在旁边干什么？嬉笑。嬉笑，嬉笑意思圣经里没写，但你知不知道他嬉笑什么？啊，你看了这段经文，那后边没有，你能不能把后边那个意思想出来？他为什么嬉笑？以实玛利在看着亚伯拉罕给他儿子以撒摆设了丰盛筵席，为什么以实玛利在旁边嬉笑？他以为他是长子。对，哎，别看给你摆设丰盛筵席，但我是老大，我是这家的老大，我是长子，我能承受这家的产业。你以撒，你算个谁呀、啊？你啊，啊，你不是不过是老二，你不过是次子，我是长子，我能承受这家产业，是不是这么想的？不然的话，他为什么嬉笑？啊？他为什么会嬉笑？嬉笑是耍戏，带着戏弄，是不是带着嘲笑？嘲笑谁呢？嘲笑以撒。为什么嘲笑以撒？因为受血气的逼迫。所以呢，以实玛利在开始嘲笑我长子，你次子，你算老几呀、啊？这家产得我承受，不是你承受。实际呢，以撒是上帝应许的。为什么亚伯拉罕给以撒摆设丰盛筵席，却没有记载亚伯拉罕给以实玛利摆设丰盛筵席？有没有记载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呢？就是因为在上帝眼里看，以撒是长子，以实玛利是次子。以撒是从应许生的，以实玛利是从血气生的，从血气生的逼迫呢，从圣灵生的。以撒代表从圣灵生的，以实玛利代表从血气生的。这血气生的逼迫圣灵生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这属灵的生命，现在小的时候，你的肉体的生命经常逼迫他。是。你不要光看外在的逼迫，外在逼迫只是现象上。上的一种逼迫，但你今天呢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自己心里知道，你外面属肉体的生命逼不逼迫你重生的生命？是，你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都会知道的，对不对？属血气逼迫属灵，不单那些不信的属血气逼迫我们这群属灵的，那么今天你这个属肉体的属血气的也逼迫你里边这个属灵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这个现象就出现这种现象。什么现象？以实玛利现在在逼迫以撒，戏笑他，不把他赶出去行不行？不赶出去行不行？好，看加拉太书第四章，敢不敢？敢谁？好，咱们看第四章的第二十一节，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节，加拉太书第四章的二十一节，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？因为律法上记着，这明明是旧约记载的，但在这里说律法上记着。也就是说，凡引用旧约的话都说律法上记着，因为旧约书都叫律法书，从哪一卷往后都，从哪一卷往前都是律法书呢？创世纪往后，马拉基往前都叫律法书，只要引用了旧约的书信，不管是什么书信都说律法上记着书。这就表明这律法书是按照旧约律法设立的，所以因此不管是哪一卷书都叫律法书，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一共是39卷书信，都叫律法书，对不对？好，咱们看啊，请告诉我，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？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不是一个，是有两个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，
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，那自属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你看，一个是血气生的，谁生的？使女生的。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，凭应许生的，对不对？这都是比方，这都是比方，这是打的比方，是不是？下面就说了，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呀，旧约新约，律法与恩典这两个约，对不对？对。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的，出于西乃山，西乃山是律法开始，对不对？生下儿子就当什么？奴仆。奴仆，所以生子为奴，乃是下甲。下甲二字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？啊？就是生子为奴的意思嘛。下甲二字翻译过来就是生子为奴。是。这下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，西乃山生子也是为奴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与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同类的。因耶路撒冷就是犹太的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，对不对呀？因为他这都是从旧约律法生的，所以都是为奴的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在上的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刚才咱们查到启示录二十一章，是不是耶路撒冷圣城要由天而降，是不是？那个圣城是我们的母，我们都是从天上生的，叫天生；地上生的叫地生，肉体是地上生的，我们灵性那个身体是天生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天生的是属灵的，地生是属奴仆的。是的。血气的。对。好，再往下看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它是我们的母。我问弟兄姊妹，你属灵的生命有没有母？有。哪个是你的母？在上的，在上的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，对不对？耶稣也是由天上的耶路撒冷生的，我们也是，都是出于一。那使人成圣的和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。好，再往下看，经上记着说，记着，不怀孕不生养，你要欢乐；未曾经过产难的，你要高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没有丈夫的今天传道了，传道属灵的重生得救了，是不是你的儿女？是什么儿女？属灵的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，属灵的儿女。我们今天重生得救了，是不是神的儿女？是，如同以撒一样承受产业的。所以不用你肉体生，你肉体不用生，你也有儿女。你肉体生出来的不一定是你儿女，听没听明白？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。有人说儿女都是耶和华的产业，我哪应用啊？儿女都是耶和华产业，就你家肉体生那个也是耶和华产业吗？不是。如果肉体就是耶和华产业，咱们一个人多娶几个老婆使劲生，生一个就是耶和华的儿女，生一个就是，是那样吗？咱们就不用传福音，光是肉身生吧。啊，听没听明白？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血气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情欲生的不是神的儿女，人意生的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应许生的是神的儿女。对，从福音生的是神的儿女，从灵生的是神的儿女，从真道生的是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再往下看，弟兄们，你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。凭什么做的？应许，就是上帝应许我们。怎么应许的呢？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就这么说的。是的。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是凭着应许做神儿女，神就这么应许，你只要接待他，就是信他名，他就给你一个儿女，就在里面重生一个儿女。这是属灵的儿女，跟外边这个血气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因为这是从天生的，这从地生的，这从神生的，这从人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从灵性生的，这从血气生的，所以里外这两个生绝对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再往下看啊，再往下看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。当时那按照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照圣灵生的，那么这血气生的逼迫圣灵生的，对不对？今天你这血气也逼迫你里边这个按圣灵生的。你现在如果你重生得救，你就会有这样的经历。我心里想行善，肉体没行出来，我心里不想做的恶，肉体倒做出来了。逼不逼迫？这血气的也逼迫属灵的，是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心灵想好好的听听道，读读圣经，但这个血气的声音告诉读那有什么用，你读了也没有用，这意念是从血气来的，对不对？你看看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。当时以撒断奶了，亚伯拉罕给他摆设丰盛宴席，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就开始藐视他，是不是啊？戏笑他，是吧？这意思说你不是长子，我是长子，你不能承受产业，我能承受产业，是不是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？是的。好，再往下看啊，现在也是这样啊，现在是不是这样？是的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是说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，对不对？赶，得赶出去，因为不赶出去，你这属灵的生命不能长大成人。是，吃干粮长大了，但还得把那个赶出去。那旧的生命，这是三步，哪三步呢？基督徒这三步很关键的，第一步重生得救，是，第二步是断奶，第三步是干，属血气的。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，是不是把血气的赶到旷野？对不对？夏甲和以实玛利被赶出去了。今天我们在我们里面没有旧约了，夏甲预表着旧约，旧约在我们里面被没被赶出去？赶出去了。赶出去了。那么旧约所生的这个血气的，跟耶稣同死了，赶没赶出去？赶出去了。赶出去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很关键，这三步骤能不能记住？重生得救，是不是？吃奶，最后断奶，是不是？是的。那赶那个以实玛利，把那以实玛利和夏甲给他赶出去，对不对？主要的步骤就是这些。所以重生得救是必须的，已经有重生生命了，最后就得吃灵奶，你吃那灵奶不为目的，最后呢还得断奶，吃干粮，是不是？断奶才能吃干粮，长大成人，最后呢把谁赶出去？以实玛利赶出去。那你是不是这个经过呢？你是不是？是。基督徒是不是这个经过？是。你也必须走这个过程，这是基督徒，只要你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须走的一个过程。好，再往下看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是说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之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，血肉之体不能跟灵性的身体一同承受产业。这个地方听没听清楚？听为什么要赶？因为血气的身体，也就是血肉之体，不能与灵性的身体一同承受天国的
一生承受天国的产业，对不对？嗯。血肉之体不能与灵性的身体一同承受天国的产业，所以得赶出去一个。赶哪个？赶耶稣玛丽。赶耶稣玛丽。哪个是耶稣玛丽？血肉之体。血肉之体就是耶稣玛丽。亚伯拉罕有一个以实玛利，你也有一个以实玛利，你那以实玛利在哪儿了？在这个。你那个以撒在哪儿了？在这个了，是不是？以撒得什么时候才能被献上？你生命长成身量了，长成满有基督身量，献以撒。所以他献以撒，你献谁？他赶的是这个，献的是这个。那么今天我献这个行不行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赶他献这个。但诸多的教会献的哪个？献这个，不是献这个，对不对？献哪个神喜悦呢？献灵性，献灵性的身体，献基督那身体，将身体献上，好不好？好。怎么献？怎么献呢？灵性长大，心是哪里？现在基督。你也献错了，行不行？不行。先赶后献是先献后赶。先赶后献。他俩一起在那，你说你往哪个献吧？献。肉也有，灵也有，一献就献上所有。咱们先受洗归入基督的死，后献上属灵的身体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是用信心献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凭信心。先把血肉之体赶出去，对不对？凭什么先？凭信心。凭信心先。凭信心先哪个？先灵性的。那你必须相信我今天这个血气的身体已经被赶出去了。你确定被赶出去了？确定被赶出去再先。先哪个？先里边这个，不是先外面这个。赶出去咱就不看外面这个，光看里面这个。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时候再献上，这一献就献准了，一献准了，神就悦纳了。阿门，对不对？神悦纳了，比你自己悦纳，比人悦纳强。今天你献不要给人看，你先怎么献？先把血气的身体先赶出去，最后献上灵性的身体，从基督而来的身体献上。这从应许生的，你献是从应许生的，还是献从血气生的？你献的是老亚当的后代，还是献上神的后裔？神的后裔。这个很关键，说献对的得荣耀，得奖赏，得冠冕，对不对？献错了。受罚，挨管教，受苦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献错了。亚伯拉罕为什么献的那么准？他没把以实玛利献上，他是先赶以实玛利，后献上以撒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今天他献上这个以撒是丰盛的生命，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他献的准不准呢？对，准。所以这里边说断奶。断不断奶啊？断奶。断奶之后干什么？第八点，赶以实玛利。断奶之后的呢？赶以实玛利。第八，赶夏甲和夏甲。是不是啊？断奶了之后呢，赶夏甲和以实玛利。跟着断奶之后摆丰盛筵席，是不是啊？摆筵席。摆丰盛。摆丰盛的筵席。我们看一下啊。看是哪个。
也需要赶住以斯以实玛利，是不是啊？把以实玛利赶出去的现的是哪个？以撒现以撒，现的准不准？准。现以撒，对不对？现完以撒了，最后第十是什么？给以撒娶妻。给以撒娶妻呀、啊，过程不能弄乱了，过程要弄乱了就坏了，是不是、啊？给以撒娶妻，你看这过程，以斯见长断奶，百色同生筵席，赶夏甲和以斯玛利，献以撒，给以撒娶妻，下面就开始生子。生出谁了？以撒和雅各。这个过程啊，一点都不能错。这是属灵的生命的必须，是这样通过这个步骤下来的。连赶都没赶，今天就去献去了。有的人连赶都没，有的教会你没看着吗？那他不这么讲，他不这么讲，你一辈子都不会明白。都在哪里？肉体里头。咱们今天要好好的行善积德啊、哦，多行点善。所以他信耶稣是肉体行善，他那不叫信耶稣，他那信佛。难怪他们给世人造成一种错觉，世人说你们跟信佛都一样，都叫人为善的。这病根是谁给留的啊？世人这里头有这种印象，什么印象的？就是你们信耶稣跟信佛都一样，都是叫人行善的。有没有这样讲？有这样讲，都是叫人行善的。那么这个病根谁给留的呢？就是那些传假道的人留的，是不是、啊？他们是什么呢？信耶稣就是行善，就是讲行点善。但这过程他根本连赶都没赶，他行什么善？他的老以斯玛利和这个夏甲这个根他都没赶出去，他信谁？信大肉块？弟兄们。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肉块献上，是不是将肉块献上？他献的是什么？肉块，是不是啊？但我们这个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是不是啊？血气的身体不能与灵性的身体一同承受天国的产业，对不对？对。凭信心献的是谁？以撒。献的以撒。现在是灵性的生命，现在是丰盛的生命。以撒长大了才能献上，以撒小的时候能不能献？不能献，是不是啊？以撒就预表着基督，咱们今天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。亚伯拉罕献的是以撒，我们献的是基督的身体，那都是预表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我们献的是基督，将基督献上当做活祭，献的是基督给我们的身体，不是献的老亚当给我们的身体，这是基督的身体，是为你舍的。阿们。你们也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这是耶稣的血，是为你流的。阿们。你们也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阿们。献的是基督的血，献的是基督的身体。阿们。绝对不是献的是老亚当的，因为你老亚当的血必须倾倒出去。因为老亚的那身体必须把它灭绝埋葬，要献谁的身体呢？基督的身体。献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破裂，为你掰开那个身体。阿门。那身体是灵性的身体，就如同献谁的一样啊，献以撒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要献以撒，还是要献以实玛利？以撒。是先摆设丰盛的筵席。再把以实玛利赶出去，为什么要摆设丰盛筵席？摆设丰盛筵席是给以实玛利吃的，是给以撒吃的。我们今天听灵粮是给里面的生命听的，是给外面这肉体听的。我们听那个灵，听丰盛的
主的道是长里面的，是长外面的，长里面的，长里面的，因为长里面，里面的长大的才能肯把外面这个赶出去，对不对？对，外面的是凭信心赶出去，里面才能现成。阿门。这很难很难的，这很难很难的，这不凭眼见，只凭信心现，是不是？是，这不是献我，是献他，是献基督给我的身体。对，不是献老亚当给你的身体。对，老亚当的身体不是献，是灭绝。主给我的身体不是灭绝，是献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个是灭绝，一个是献，一个是被赶出去，一个是留在家里头吃丰盛的筵席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个是能承受产业，一个是不能承受产业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谁的儿女？都是神的儿女。好，回到加拉太书第四章，第四章第三十节，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是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之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是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子女，乃是自主之夫人的儿女了。你是谁的儿女？自主之夫人的儿女。自主之夫人是比方，她是谁？神。自主之夫人是谁？基督山了。你看啊、哦、你要能记住一下就知道，自主之夫人是新约。你是新约生，你不是旧约生的。你不用守旧约，因为你是新约生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是的。你是不是新约生的？是。你是玛利亚，咱们的老肉体是不是旧约生的？是的。但我们从神生的生命是不是从新约生的？是的。这从旧约生，这从新约生的。赶的是这个，赶的是能看见的，不是赶看不见的。要把看的不看得见的赶出去，把看不见的留着，这很难呢、啊。是。留的是留看不见的，不是留看得见的。你看今天教会中间留的都是留这个，这是神的殿，不能赶，这赶不完了吗？不毁坏神的殿了吗？这是神的殿，他自己就成神的殿了。咱们今天讲这么多，你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活石，不能成为殿。是的，是不是活石啊？是的。你建造在灵宫上，你才跟这个殿一同有份了。是的。那殿才使你这块石头成圣了。是的。你没建造在基督的身体上，你没经过基督的身体，你怎么能够圣洁呢？不来。是不是？是的。我们从幔子经过，就是经过基督的身体，这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。经过基督身体被建造成为灵宫，不是讲肉，是不是？我是讲从神生的，不是讲从人生的。从人生的没有资格建立在神的灵宫上。你说我这是神的殿，殿是灵宫，那我的肉体是灵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是肉。是肉怎么往上建呢？不能。神是灵，你往上建的是肉，你没把灵往上建，因为神是灵，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他是灵，你建的是肉，正好反了。你这叫离道反教，你不是干别的。普世的教会都献的是哪个？肉体，没献哪个？灵。它里面有灵没有灵？我怀疑。我真的怀疑它里面有灵没？它要有灵，我这么一讲他就明白。但我怎么讲，那个榆木哥的脑袋他是听不明白的，就像那个鹿，葫芦头，葫芦头脑袋一模一样的。他的脑袋是什么脑袋做的？我都怀疑他，谁生的呢？这人？你说谁生的呢？就生这种人。你跟讲属灵，他专门往属肉体上想。这圣经讲得很明白，我们弟兄们这样看来，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乃是自主之妇人的儿女，是凭着应许承受产业了，是不是啊？是的。我们是凭应许承受产业了。那么今天呢，你信对了就有对的果效，你信错了就有错的果效。你错也有果效，对也有果效。献肉体献上了，献错了，献错有反的果效。献从神而来的身体，
从基督来的身体，领晚餐的时候接受基督的身体，接受基督的血，献上这个身体就会产生出正的果效，献上血气的身体就会产生出反的果效，对不对呀？对。上帝要的是生命，现在必须从神生的生命，因为从神生的生命是神所喜悦的。活食、灵祭，是不是啊？灵奶、灵磐石，对不对？最后献上灵祭，神悦纳的灵祭，都是灵啊。你献肉不好使啊。咱们今天虽然活在肉体中间，献的不是肉体，这可难了。虽然在看得见的中活着，但献的却不是看得见的，就凭信心献，不凭眼见献。所以凭信心献是现在看不见的，凭眼见现是现在看得见的。现在看得见的是错的，是现在看不见的是对的。对，但今天有多少人把对的当错的，错的当对的呢？啊，很多。凭信心献看不见的，凭眼见献看得见的，哪个对？哪个对？凭信心献。后面这对吗？不对，上面这凭信心献。看不见。这凭眼见献。看清楚了吗？凭信心献看不见的。你看这看不见的，你根本就看不见，怎么献？看不见。凭信心。就得凭信心。信心能不能看得见？看不见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是的。所以你要想现看不见的，就得凭看不见的信心去现那看不见的灵性身体。你若想现看得见的，你就得凭能看得见的眼睛去现那看得见的身体。这一现就错。所以属灵的是信看不见的，既然信看不见的，现的就是看不见的，对不 对？ 对，神能不能看得见？看不见。看不见。那你今天信的是看不见的神，所以你现的就是看不见的身体。耶稣给你的身体，因为他看不见，所以他用什么饼来表明，就叫你看得见。为什么叫你看得见？你看得见，你把这饼当成是基督的身体，叫你看得见，这就确信你里边有基督的身体，更确信你里边有基督的血。是不是啊？我能看得见的身体不现，我是现看不见的身体，这就难。难就难在看不见上，是不是啊？这现看不见的，这就是难事。很多的教会都现看得见的，你看看，很多的教会都在错误里头。是，多半都在错误里头。对，凭眼见现看得见的，我们是凭信心现看不见的。是，现看得见的是错的，现看不见的是对的。对的，是不是？看不见的是从神生的，看得见的是从人生的。对，看不见的是童贞女生的，看得见的是妇女生的。是的，看得见的是属土的，看不见的是属灵的。对，是不是啊？对，你要想现看不见的，就得凭看不见的信心去现的，现的看不见的灵体。阿门。你要凭看得见的，你就献不上那看不见的；凭看得见的眼睛去献那看不见的，永远献不上；凭看不见的信心去献那看不见的灵神，你就是真正信的。阿门。信就是信看不见的，是；献就是献那看不见的，是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信就是信看不见的。摩西看见的如同看不见的主。希伯来书11章，看得见。
见与看不见的。今天很关键的，诸多教会都是信呐，看得见的，现呐看得见的。所以呢，天主教他们信的一个挂在木头上一个耶稣，我们信的是从死里复活，坐在天父的右边的耶稣，所以我们信的不是一个耶稣。他们就可以用木头上挂一个耶稣就可以拜上，我们坚决不挂木头上那个耶稣，因为我们的耶稣不在木头上挂着。对，是。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在木头上挂了5小时，最后呢，就埋葬在坟墓里，最后又复活了升天了。我们的主耶稣不在木头上，是，对不对？在天上，在父神的右边。你今天信，就一下就能进到天国里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跟耶稣同在，把你的生命与耶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所以你一定会信，你一定会信那看不见，也会现那看不见的。好不好？是。好。看不见的借着饼，借着血，借着葡萄汁，叫你看得见；看得见的再进到我里边，这化成看不见的。由看得见的化成看不见的，这叫信心，是不是？由看得见的化成看不见的，这叫信心。你肉体能看得见，化成看不见的，这叫信心。用信心到那里转换一下格式，把看得见的变成看不见的，把看不见的变成能看得见的，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，这叫信心。阿门。什么叫信心呢？信那看不见。一切都在信上建立，长大成人必须在信上建立，对不对？对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什么叫未见呢？没有看见。没有看见。什么叫真心？所望，这个所望不是这个眼睛望，是心灵的眼睛盼望，对不对？所望之事的实体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心本身就是确据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我们再看，我们看第24节，第11章24节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为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的看不见的主。你看，如同看见的看不见的主。什么叫信心？信心 是什么样子的？如同看见的看不见的主，把看不见的信看见。主能不能看见？看不见。但如同能看见。是。肉能不能看见？能看见。但如同看不见。是的。是不是？把能看得见的看不见，把不能看得见的看得见。看见。这叫什么？信心。信。什么叫信心？这信心谁都在喊，大伙都在喊。是的。啊。现在上帝要叫你把看得见的信死，把看不见的信活。我死了，基督在我里面活，这叫信。阿门。什么是真信？记住了，如同看见的看不见的主，如同看不见的看不见的人，看得见的人，如同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人。这两个很关键的啊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二个。什么是真正信？看好了，我写这个不白写的，我写完了，你照着这个词里去信的，你保证你会得奖赏，得会得荣耀的冠冕的。上帝叫你得荣耀的，
好不好？好。信心在哪里建立？不是建立在看得见的，是建立在看不见的。你看，如同看见的看不见的主，看不见的看得见，看得见的看不见。你听我再说啊，我再说一遍啊。看得见的看不见，看不见的看得见。嗯，是的。看得见的看不见，看不见的看得见。对，什么意思啊？看得见的我就看不见，我这肉体能不能看得见？看得见。看得见。用信心细死了，看不见。看不见了，看不见。对不对？对。我的灵性能不能看见？基督那身体我已经领受了，能不能看得见？看不见。看不见。看不见。那么就，那么今天我就要看得见，我要看得见的看不见的。我的身体进到我里，我根本就看不见，但我就用信心的眼睛看得见。是的，看得见什么呢？看得见的，看不见的，看不见的，看得见的。是的，看不见的，看见的，是不是？如同看见的看不见的主，如同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人。你看这两句话。是的。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他就叫你把看得见的世界信没有，对，他就叫你把看得见的人信没有，是，他就把你叫你把看不见的世界看得见，是，他就叫你把看得见的世界看不见，把看不见的世界看得见，把看不见的人看得见，把看得见的人看不见，是的，这不是绕口令啊！你不要一晚上天天在绕口令，绕口令把我绕得迷糊了。叫你说，你能不能说出来？平时啊，看不见了，看得见，看你说一遍来。要信，看不见的人。凭信心，什么叫信心？谁问你什么叫信心？信心看不见。把看不见的信看得见，看得见的信看不见。把看得见的信看不见。看得见的信看不见。看得见的人信看不见。你看他记载着摩西因为看见了谁？看不见的主。是的。他看基督所受的凌辱比皇宫一切的财物更为宝贵。基督受凌辱和他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怎么看见的啊？他怎么看见？凭信心就能信到看不见的主。那么以诺怎么看见基督再来了？用信心，超越的信心。这是不是基督再来谁也没看见，对不对？但被以诺看见了，以诺因着信才看得见的。什么叫信心？信心是超前的。我再说一遍，信心是超前的。信心是超前的。什么叫超前？别人不知道，你提前看见了，这叫什么？超前了。还没等经历的你就看见了，提前看见了，这叫什么？信心。超前的。洪水没毁灭世界，挪亚先知道，用什么知道的？信心。信心。超没超前？超前。后有洪水，他超前多少年呢？120年。你看没看见？什么叫信心？超前的，超时间的，超时空的，超眼见的，超历史的，超理性的，超逻辑的，超思维的，是不是？信心就是超，超越时空的，超越人的理性，超越人的眼见，不凭眼见。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，不凭眼见。凭不凭眼见？不凭。不凭眼见，格林多后书第五章，不凭眼见，谁凭眼见谁就能出错。对，天国这条路是谁凭眼见谁就能出错。为什么走一走有的人就掉队了呢？走一走似乎是赶不上趟了呢？就是因为他走一走凭什么了？凭眼见。不凭信心。坏不坏了？坏了。坏了。好，第七节，第五章第七节。找到没？找到，咱们一同来读。第七节，
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你看，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所以你用眼见会出错的，因为你眼睛看的不是真的，那眼睛不看的才是真的。他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不凭耳闻。他审判的将来审判人都是按照人隐秘事的事情审判，不是眼见的审判。听没听明白？明白。所以真正在信心中建立的人一定是这样建立，凭信心先看不见的，凭眼见先看得见的。先看不见的是对的，先看得见的是错的，对不对？世界能看得见钉十字架，不信。我再说一遍啊，看谁能记住。凭信心现的是看不见的，不是现的能看得见的。是世界能看见的，不是线上，而是钉十字架。我的肉体能看见，不是线上，是罪是灭绝，钉十字架。嗯，对不对？对。基督给你的身体是看不见的，但线上的是这个看不见的。是。所以今天我的人少，就在这个地方。为什么少呢？就是走来走去，他就凭眼见了。走来走去，他就现能看得见的，他不是现看不见的，对不对？走来走去就出错了，怎么出错了呢？因为他不是现那个看不见的主，他就现那个看得见的人，出没出错？错了，错了。你这叫没事，你就整病毒，你那伙的，整病毒的就是今天整来整就整错了。这个系统一错了，进来病毒了，把你的系统一给你破坏了，你的系统开始不正常的运作了。听没听明白？明白。人的心呢，如果你信对了，它就正常的运作；你一信错了，魔鬼就用病毒进来，就感染你里边，一感染给你扰乱了，你就不能正常的运行了，是，赶不上趟了，就出现错误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在哪里见呢？那个正确，在看不见里头见，是的，不要在看得见里见，不要在世界中间见，要在天国里见，不要在眼见的肉体里见，要在基督的眼不见的身体里见，好不好？好，长大成人，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阿门。在基督耶稣里生根建造，阿门。不再能看得见的肉体里生根建造，阿门。因为在这肉体里生根建造，一见就错。在看不见的基督里见到，一见就见对了，见对了就得奖赏得冠冕，见错了就受罚。阿妹，受不受罚？受罚，一定会受罚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讲了两天了，讲这课题，他没错，是不是？是。这何等重要，这是很难很难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今天我所讲的道你认真听，多听几遍，你会很清楚的。嗯，对不对？长大成人这课题，这也不是很容易的就理解的，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听，多听，这地方很难的，你多听几遍，详细的听，听慢点没问题，但你必须在这里建造，是不是啊？必须在这里建造，如同看见的看不见的主，如同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人，看得见的世界都看不见。看得见的人都看不见，看得见的主，看得见的神都能看见。是，这就是有信心的人能看见神，神向他显现。嗯，阿门。一同来闭目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。阿门。感谢你把你的话赐给了我们。阿门。使我们今天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，使我们信心更加的稳固。阿门。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生根建造。阿门。信心坚固。今天我们如同看见了看不见的主，阿们，我们如同看不见了看得见的人，阿们。今天你叫我们能够看见你，是你开了我们心灵的眼睛，阿们，使我们今天能够与看不见的神相交，阿们。我们不是与看得见的人相交，乃是与看不见的神相交，阿们。因为今天你叫我们
与神同工。阿门。因为看不见的神跟能看得见的人相交，我们必须用看不见的信心与看不见的神进行相交。阿门。不是与看得见的人进行相交。阿门。感谢赞美赐给的阿爸父神，将这样奥秘的事显明在我们中间。阿门。因为在上古时代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，阿门，今天却向你的百姓显明了。阿门。求你来帮助这里的教会，使这里的教会能够更加的兴旺，能够更加的复兴，使我们的心灵更加的火热。阿门。使我们长存火热的心来服侍你。阿门。感谢赞美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愿颂赞荣耀都归我们在天上阿爸父。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好，休息一会儿，咱们